魂第一集哦。挖走挖走，砍树去。哇哦，甘蔗哎，我还没有拿几个回去我的家里。哦，要死了！哦，要死了！啊，差一点就要去见阎王了。呵呵，来盖我可爱的小房子吧。盖一个工作台。我突然忘记怎么做阶梯了。哦，是这样，做12个，这里2个，这里2个，这里再2个，拿走屋内的装饰。我的房子打算做那种一半在土地下面的那种，那叫做什么？半生屋吗？算了，我忘记了，应该吧。木材不够了，来砍树。这样，我的斧头爆了，再做一个。拿木棒，下面2个，然后再这样，再这样。啊，不够。算了，我用这个方法，然后盖我的天花板。
房子底下是水。这个算峡谷吗？算，水中峡谷。然后快没氧气了，上来呼吸。好了，下去喝。下来挖石头，又快要没氧气了，上来呼吸，再下去挖。气了，嗯，差一点就死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，卡住了，啊，要死了，死掉了。下去找我的东东，可是我忘记在哪里了，是这里吗？不对，好像不是这里。想想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那个峡谷那附近，在我家附近。先上岸。怎么会有一个木头在这里？我挖，终于掉下来。我要现在去找回我的东东，掉下去了，哦，一下来就吸到我的东西了。找找看我的东西在哪？在哪呢？什么都找不到。我又没有氧气了，烦了，最讨厌窒息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在那里。好，我等等再过去。拿火把先擦亮我的房子附近，避免生挂。下去捡回我的东东。就在这里，我吸，东西都找回来了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哦，小猪猪。好，算了，我不想再下去，要不然就会死掉。做个木棒，然后做木剑、木斧、木镐、木铲，然后装备整理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忘了做木剑、木棒、木剑。好，有了。箱子不行，放在这里没办法。还外面呢？算了，就放在这里好了。把东西一些不重要的先丢进去，只留一些比较重要的。大概就这样。养羊，挖一个地道下去，下去干嘛？当然是下去挖石头。
到石头了，一个卵石和闪长莲。我为什么有沙？我挖，我在挖，会不会挖到矿物呢？不知道。再挖，大概几点子？石头够。哦，天亮了哎，蛇呢？小猪猪跑到我家前面，做几个熔炉，一个放在家里面。拿几个以前剩下来的卵，然后拿木头拿去烧出木炭。下来隧道，再多挖一些石头。瞬间移动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哦，又有痒痒，把痒痒杀了。我要拿羊毛做床。哦，有掉羊毛，赞。是不是等等杀一杀痒痒，等等会不会可能有动保团体跑进来呢？不知道。我看这部影片可能又会有黄标了，应该啦，最好是不要。材料终于够了。然后下面再放三个木头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可能在晚上睡觉。小猪猪当做我今天的晚餐吧。耶，三片猪肉。这只猪猪很肥哦，拿来引火烤一烤。蒸羊肉也放下去，然后吃猪排，然后放在箱子里。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先放到箱子里，来做几个熔炉吧。4个，好哦。烤好了，我要先把熔炉放在后面好了，要不会有人看到。鹅卵石放哪？不够。还有没有卵石呢？没有，那就用闪长岩代替吧。然后鹅卵石敲掉，换成闪长岩2个。然后放火把，帮助照明，怕生怪。然后这个火把打掉，然后门口也放2个。这个泥土不太好看，也换成闪长岩，然后把记得放上去。我们房子的内装差不多就这样完成了。
差不多啦，我再找一集把房子扩大。嗯，哦，怎么会有泡泡？这个好像是更新之后有的功能。那叫做什么？地狱石吗？熔岩块，好像是熔岩块，放在水里面，它会吸把生物吸下去。嗯，可惜那没有宝藏。晚上了，睡觉。嗯，好，醒来了，又是新的一天。嗯哼哼哼哼，臭水鬼！如果我下一次找到你，我就一定把你们打爆。再检查看看有没有宝藏。哦，差一点就被打到了，好可怕哟！哦，超多沙子的岛屿，挖沙子。我们有一些缺沙子，所以挖一些。矿坑洞窟啦，讲错了。然后再找一天，再找一集我们来去探险洞窟的，拿一些海草。然后啊，水鬼，嗯，臭水鬼，下一次我再找你们报仇。哼哼哼哼哼哼。回家，好，现在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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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嗯，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对，来种植。放几个泥土，就在这里耕田。拿木锄，新手拿木头或石头做的就可以。如果是那些很有钱的高手，就可以用钻石。我目前还没有挖到钻石矿，所以。没有可以烧的，就只好来萤火这里烧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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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嗯，烧一烧。嗯，整理一些箱子。嗯。
哦，啊，请订阅我们的汽车火锅频道。下一集我们还会再出《人会生存》第二集哦，大家可以打开小铃铛，随时关注我们。哦，牛牛也来庆祝了，大家拜拜。